悉圣地，代理佛伏羲氏大道降世之时，降生西南方，以封为姓，叫名便于序幕，拜华子得道，仰观俯察，究天地之生理，化先天八卦以示天地之奥妙，为大道降世开山之始祖，是为代理佛。设天干地支，时天干甲乙丙丁戊己，庚辛壬癸十二地支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设十二生肖为其代表。第二代神农圣地，神农姓姜氏，亦称烈山氏或炎帝，教名耕种，造封寺，尝百草，制医药，作方书，拜赤松子得道。
第三代轩辕圣帝，皇帝姓公孙，名轩辕，又称有熊氏、凡书、气、律吕、度量、衡、公氏，衣服、器用之制皆始于帝。在位期间治国有法，教民有方，遍访名师七十一位，后访广成子使得真道，者有因符经，阐发大道妙旨，后传少昊、颛顼、帝喾、四父传之唐尧皆续道脉。第四代少昊圣帝，狮子君志篇说，少昊今天是明智卫皇帝之子，异于穷桑，日无色，护照穷桑。
第五代颛顼圣帝，皇帝训颛顼云：原有大环在上，大举在下，汝能法之，为民父母。大环者天也，大举者的也，法天法的，即可治民。第六代帝喾圣帝，帝喾高辛氏生下来就很神奇灵异，自言其名曰：最成功是以乐教民，其后代分别皆是中国历代的开创者。第七代唐尧舜帝，帝尧为喾次子，国号唐，观天象，受名时，便立农作，让位于舜，始传心法。第八代虞舜圣帝，帝舜为皇帝八代孙，姓尧氏，父姓至孝，受尧传授心法，禅让帝位，国号虞，是有专官，政教更为修明，让位于禹。
第九代夏禹圣王，帝禹姓四氐，治水有功，受舜禅让帝位，国号夏，并得受新法接续道统。从此之后，君位成为世袭，传十四世十七主禹439年，至桀暴虐无道，天命丧失，魏汤所灭。帝禹姓四氐，治水有功，受舜禅让帝位，国号夏，并得受新法接续道统。第十代伊尹圣人，伊尹年少有德，博通古今，贯通天人学术，是有名除官，掌天下之口粮，是商王朝的开创者陈汤的主要助手，是位政治家，著名的言师。伊尹曰：禹不暇于不顺，放太甲于同，名大悦，太甲贤，又反之名大悦。贤者之为人臣也，其君不贤，则故可放禹。禹。孟子曰：有伊尹之志，则可；无伊尹之志，则篡也。第十一代商汤圣王，汤王为帝喾四子之第三子契之十二代孙，灭夏桀，镇天下，都伯陈运接演道统，至纣王无道，天命转移，西齐文王接演，青阳其满。
第十二代太公望圣人，姜太公吕尚。第十三代文王圣王，文王，始祖契，是帝喾四子之第四子，姓姬氏，与商始祖契同为帝喾之子。文王名昌，悟透姓李，作后天八卦，发明易理，阐阳道旨，继承天命，后父武王接续。第十三代武王圣王，武王为文王之子，名伐，伐纣而有天下，国号周，新法相授，复周公接续。
第十三代周公圣人，周公是武王之弟，名旦，定礼制，治礼作乐，平天下，接续道统。待幽厉无道谓一大变局，道再分，故三教应运而兴，道降师儒，三教圣人承运先后降世，代天宣化，挽救人心。第十四代老子圣人，老子其父姓韩，母名金夫，运八十年生于李树下，因改姓李名耳，字伯阳，是曰丹，生于楚国陈群，楚国苦县，今河南鹿邑。https://www.ebaymonthly.com/window/reading/lots/lao-intro.htm 又官事员括号逗号曾为周晋王驻下史官，暗中的受真传，发扬道宗，东渡孔子，炫其青牛，出函谷关，西化胡王尹喜，其道淡泊养心。其法抽砍田犁，平去色相，由气入里，已有道德经、清净经等化世，世称道祖。老子生于东周的楚国苦县立乡曲仁里，原属陈国，今河南省鹿邑县。https://wikipedia.org/wiki/100%(100%)81%(81%)
曾为周晋王驻下史官，暗中的受真传，发扬道宗，东渡孔子，炫其清流，出函谷关，西化胡王尹喜，其道淡泊养心，其法抽砍田犁，平去色相，由气入里，已有道德经、清净经等化世，世称道祖。老子生于东周的楚国苦县立乡曲仁里，原属陈国，今河南省鹿邑县。https://ch第十五代孔子圣人，孔子姓孔，名丘，字仲尼，系水金子化身，降生于鲁的，出世鲁，曾访师七位，后问礼于老子，使得真传，周游列国，宣道于天下，其道正交两间入相而不着相，由相超气入里，晚作春秋，山师书，定定礼乐，继往开来，阐发真理，开儒教之嫡脉，传之颜回，复传之曾子，心法相授，一贯相传。第十六代颜回圣人，颜子惠回，字子渊，鲁人，父姓聪明，能文艺之识，得受孔圣心法，世称父圣。第十六。曾子圣人，曾子惠参，字子瑜，鲁人，父姓至孝，受学于孔子，得受心法，述大学，作孝经等书，独传孔门心法，后传之子思皆续道脉，世称宗圣。
第十七代子思圣人，子思姓孔惠吉，孔子之孙，受学于曾子的受心法记道统作中庸，传孔门心法，后父孟子接续，世称数圣。于子思的受第十八代孟子圣人，孟子惠科，邹人，受业于子思的受心法，游说战国辟异端，作孟子七篇，其说尊王见霸，众仁义，亲功利，创性善之说，世称亚圣。孟子之后，辗转地传，忽隐忽显，待至宋朝西夷首出联络，官敏、如周敦颐、陈浩、陈颐、张载、朱熹等相继而起，真宗赖以复昌，然运不相逢，究未得继续道统。因孟子以前业已盘转西域世教接演，故宗儒虽然辈出，不过应运阐发道旨而已。释迦世尊、释迦牟尼乃中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太子，十九岁出家，后的燃灯佛受记，承运接演道脉说法四十九年，移经者点度世万载，其道只信作佛，直探本源，源扫气象而入理，后世称为佛祖。西域自释迦度大弟子迦叶，单传至二十八代达摩，道脉覆海中国。
第十九代摩诃迦叶尊者，西天第一代，本名毗波罗耶那，复尼居卢陀杰波长者，母名香智，乃婆罗门族的大富豪，居于中印度摩羯陀国首都王舍城不远的摩诃梭罗陀村。记首曰：本来富有法，富了言无法，个个须自悟，悟了魔无法。地利为佛陀，第二十代阿难尊者，西天二代，姓沙地利，为佛陀的堂弟，富迦毗罗城白饭王，在三藏圣典结集时开悟正果。文殊菩萨赞阿难曰：相如秋满月，眼似净莲华，佛法如大海，流入阿难心。在佛陀十大弟子中，被尊为多闻第一，且女众能依法出家，全赖阿难尊者之力。有记云：本来无有法，无知亦无法，由各须自悟，法自无之法。
舍多，又名舍。第二十一代商那和修尊者，西天三代，姓毗舍多，又名舍那婆斯，中印度摩突罗国人，父林胜，母娇奢耶。佛陀曾行至摩突罗国，向侍者阿难说，此偏青翠异常林地，称之为流茶茶，在我灭度后约一百年，定有比丘以九支秀草为名，在此的大转法轮，化度有情，果然应验。尊者出生时，正应雌瑞香，故用瑞草命其名。传记一首，非法亦非心，无心亦无法，说是心法时，是法非心法。赤利国人，第二十二代优婆橘多尊者，西天四代，赤利国人，种姓为首陀罗，父名善意，十七岁出家为三祖侍者，二十岁正果。记曰：心自本来心，本心非有法，有法有本心，非心非本法。第二十三代提多迦尊者，西天五代，原名相仲，摩迦陀国贵族。橘多尊者更其名，尊者闻之欢喜，赞其诗曰：
巍巍七宝山，常出智慧全回位真法位，能度诸有缘。师亦为之回赞曰：我法传于汝，当现大智慧，今日从屋出，照耀于天地。尊者即云：通达本心法，无法无非法，悟了痛未悟，无心亦无法。
第二十四代弥遮迦尊者，西天六代，魏中印度人，本系修仙术者，与师有缘，舍术归道，入佛城的或无漏就近果位。刘记无心无可得，说的不明法，若了心非心，使解心心法。第二十印度人第二十五代婆须弥尊者，西天七代，为北印度人姓婆罗多。尊者说：仁者论即不义，义即不论，若你论义，终非义论。偈曰：心同虚空界，是等虚空法，证得虚空时，魔是无非法。
第二十六代佛陀难提尊者，西天八代迦摩罗国人，姓瞿昙氏，自小即辩才无碍，过目不忘。十四岁即极目出家，直遇名师皆成衣钵。佛陀密多礼拜尊者云：父母非我亲，谁是最亲者？诸佛非我道，谁为最道者？尊者随即即答：汝言与心亲，父母非可比，汝行与道合，诸佛心即是，外求有相佛，与汝不相似，欲识汝本心，非合亦非离。复心法记曰：虚空无内外，心法亦如此，若了虚空故，是达真如理。提迦国人，第二十七代佛陀密多尊者，西天九代提迦国人，姓毗舍罗，年已五十，口不开言，足不走路，承接师之缚嘱后，便到中印度去弘法立身，为记一首。真理本无名，因明显真理，受的真实法，非真亦非伪。
其母怀胎六第二十八代写尊者，西天时代，中印度人，其母怀胎六十年，故初命名为男生，因辈分较小，承受心法，便自是我若不通三藏理，不断三界狱，不得六神通，不具八解脱，终不以邪制习。如此精进，人人称之为邪尊者。记一首，真体自然真，因真说有理，领得真真法，无形亦无止。第二十九代富那夜奢尊者，西天十一代，华氏国人，姓瞿昙氏，富宝生，乃贵族之子，有次机缘下，其名师。P 十二，尊者问尊者曰：“汝从那而来？”尊者答曰：“我心非往。”师曰：“汝住何处？”尊者答曰：“我心非止。”师又问：“汝不空耶？”尊者又答曰：“诸佛亦然。”师说：“你不是诸佛。”尊者又答：“诸佛也不是尊者。”未记一首，迷雾如影现，明暗不相离，今复影现法，非一亦非二。第三第三十代马明大士尊者，西天十二代，波罗奈国人，又名公胜，初为外道修士，世智聪辩，经富那夜奢尊者度化而成正法。大士问一外道变成的老道士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有多少眷属门徒呢？我叫迦毗摩罗，共有3000眷属。大士又问，你善于神通，若尽你神力，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呢？变化成一大海，对我来说是件小事。大士再问，那能化你的性海本源吗？什么叫性海？我都不曾听过呢。大士曰，所有山河大地都本此源头而建立，一切六神通均由此发起的。迦毗摩罗闻此开示，智慧大开，遂发菩提心。大士即曰，隐显即本法，明暗原不二，今复悟了法，非取亦非离。第三十第三十一代迦毗摩罗尊者，西天13代为摩揭陀国的华士成人，当初是一外道者，是位非凡辈之人。偈曰：非隐非显法，说是真实际，悟此隐显法，非愚亦非智。天竺国人第32代龙树尊者，西天14代是西天竺国人，摩揭陀国之龙族，故以姓龙，又名龙圣，精于显密教法。其一生对后代最大的贡献在于著作颇多，其中以《大智度论》《中论》《12门论》等启发后人智慧最多。有偈曰：为明隐显法，方说解脱理，于法心不正，无田亦无喜。三龙
第三十三代迦耶提婆尊者，西天十五代，为南印度人，姓毗舍罗。龙树尊者为度化他，而有一则名为《波水洪然一针到底》的公案。尊者了然于心，明白自性圆融，而非言说身相所能遇的，后承接衣钵心法。即曰：本对传法人未说解脱理，于法时无证，无终亦无始。第三十四代罗侯罗多尊者，西天十六代，是迦毗罗国的人，承接衣钵后，律丹广行教化，最后将心法传给以证无漏者。僧迦难提留下一记曰：于法时无证，不取亦不离，法非有无相，内外云何起？
第35代僧迦南提尊者，西天十七代细氏罗伐城堡庄严王的儿子，一出生就会说话，七岁孩童就不喜爱凡俗之游乐，独爱修行。尊者隐居前修了十年，便遇上了逆水溯源找他的罗侯罗多尊者，经一番讨论禅定甚意后，求道而得记依法，记曰：心地本无生，因地从缘起，缘种不相妨，华果亦复耳。第三十。第三十六代迦耶舍多尊者，西天十八代摩提国人，姓玉头兰，父天盖，母方胜，身体本具有清香味，幼年说话语经众人，非一般幼童可比。有次殿内铜铃响，其师僧迦南提问尊者：是铃在响还是讽在响呢？不是风响，不是铃响，而是人的心在动呢。那心又归于何处呢？心本归乎寂静的。其师云：善哉，善哉。既无道者，非你为谁？的剃度具介受为一组成人。既曰：有种有心地，因缘能发萌。于缘不相爱，当生生不生。
第37代鸠摩罗多尊者，西天19代，为大月氏国人，道基根深，又善法理，被诸天神尊崇为导师，为了继承祖师缘故而降生，自遇到18祖迦耶舍多的度并继承祖师，其一生均以破邪显正位己任。记曰：性上本无生，未对求人说，于法既无的，何怀觉不觉？第38代舍业多尊者，西天20代，北天竺国人，智慧聪颖过人，承受师父慈氏法喜，深会中心的闻真理忠诚，从上以来之顿教衣钵，从此进行受去，代导众生。记曰：言下何无生，同于法界性，若能如是解，通达是理境。
越成人。第三十九代婆修盘头尊者，西天二十一代，系罗越成人，姓毗舍曲，父名光盖，母名延一。家父本无子，父母祷求子嗣于佛塔，专修头陀苦行，不倒单，不卧睡，为世人敬重。弟子颇多，人称变形头陀。偈曰：炮幻同无碍，如何不了悟？答法在其中，非今亦非古。第四十代摩拿罗尊者，西天二十二代，是那提国王常自在之次子，是一神力大士出家来继承圣位，后传法赋于月氏国赫勒那尊者。偈曰：心随万境转，转处时能忧，随流任的性，无喜复无忧。第四十一代赫勒那尊者，西天二十三代，系月氏国人，属婆罗门种姓，父名千胜，母名金光。
尊者出世来常感群鹤恋慕，故以此名之。能教导鹤众，正得道果。将如来正法演藏覆主师子尊者，即曰：任得心性时，可说不思议，了了无可得，得时不说之。将如来正法演藏覆主师子尊者，第四十二代师子尊者，西天二十四代，为中印度人，属婆罗门种姓，承继衣钵后至继宾国。该国之信仰大智有学禅定、知见、直相、舍相、不语等五种，均不究竟，尊者亦为之破迷解疑。即曰：正说之见时，知见具是心，当心即知见，知见即于精。
第四十三代婆舍斯多尊者，西天二十五代，系季宾国人，种姓属婆罗门，父名季行，母名长安。但身及左手一直握拳不放，直到遇上狮子尊者归还明珠，手才自由展开，了结因缘素果，圣人是不昧因果。而后密受心印，成寂法寺。寂曰：圣人说之见，当尽无是非，我今悟真理，无道亦无理。第四十四代不如密多尊者，西天二十六代，南印度德胜王之太子，决心跟随婆舍斯多尊者出家。祖师问太子说：你要出家是为何事？不为别事，不为那事，不为俗事，那又为何事？当为佛事。太子本具慧性，即允许出家之求，在王宫受具戒。戒曰：真信心地藏，无头亦无尾，
应缘而化物，方便乎谓至。
第四十五代般若多罗尊者，西天二十七代，系东印度人，系大势至菩萨的应身。从小失去双亲，不知己名，特别喜爱拿着一串璎珞，人称之为璎珞童子的玉不如蜜多尊者传法，便往南印度宣扬心法，颇得南天竺国香智王的护持供养与敬重，后传法于达摩尊者，即曰：心地生诸种，因是复生理，果满菩提园，花开世界起。第四十六、四十七代达摩祖师，西天二十八代，东土初代，初祖姓沙利慧达摩，是圆觉禅师，乃胡成古佛化身，降生于南印度，香贤国王之太子，自幼佛性不昧，从般若多罗尊者修行，继承西天二十八代祖位。于西元527年，奉佛命折卢过江而入中国，将到麦富海中国，是为老水海潮，尊为东土初祖，传真法，直指人心，不用文字，初度梁武帝无缘，次指神光大悟，后隐于河南中岳山、嵩山、少林寺，面壁九载，公元果满，脱化归西，遂将道统复神光执掌，欲留幕后收元正语曰：吾本来东资土说传法度迷津情，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
第四十八代神光祖师，东土二代二祖神光基士，号慧可，是正宗普觉大师，后为洛阳人，乃燃灯古佛化身，降生于金陵，自幼佛性不昧，出家修道讲经说法，后的初祖点化传授至道，传道于金陵，道场弘开，道统受普安执掌。第四十九代僧璨祖师，东土三代三祖，姓于，会普安，别号南泉，法号僧璨，是建智大师，乃灵宝天尊化身降生，自幼好道修行，常住慈化寺，好读华严经，能知未来，人皆称为菩萨，后遇神光传授心印，勤修苦练，法覆曹洞执掌。第五十代道信祖师，东土四代四祖司马氏，会曹洞，号道信，是大一禅师，乃灵皇尊者化身，幼时求道，得三祖授以心法后，摄心不昧，身不道床席，苦修数十年，后住破头山学旅云，四往湖北黄梅县，将道统传于弘忍执掌。
第五十一代弘忍祖师，东土五代五祖黄梅氏，是大满禅师，乃灵宝金童化身，其母因食黄梅成孕，故取姓黄梅，又遇四祖传授至道，是母至孝，人皆称为孝僧。后遁基于政府房县房山石洞中修炼，道统受慧能，慧能执掌。嗣后分出两宗，建宗神秀，遁宗慧能，慧能第五十二代卢慧能祖师，东土六代六祖姓卢，号慧能。慧能是大建禅师，乃的藏古佛化身，母怀孕六载，其先祖本范阳人士，客居岭南新州，自幼好道，文经有悟，始至访道，后至湖北东禅寺参谒五祖，祖命在寺随众作悟，踏对舂米，受尽劳苦，彻悟本性，三更入室叩师求法，五祖传以至道，并受衣钵继承道统，主言衣钵未争端，只汝勿传，并尊主往南广度有情，后将秘法传之白马二人，副主白马天意已定如其事中，道降火宅，和光同尘，勤参菩提心，永证涅盘果，为记曰：释迦从此绝宗风，如门得法至道通，日后三齐开普渡，正心诚意和中庸，从此不传衣钵，道转火宅。六祖后至怀州上爱岭最高峰石室中修炼，经传为六祖言，后返曹溪而教大法，学者云集，讲经说法，化度有缘，而不传之于僧也。
第五十三代白玉禅祖师，东土七代白祖慧玉禅自如慧号慧琼子，道号白衣居士，乃南岳大帝化身，降生曹溪，是玉六祖被二僧寻追，旧祖隐于家中供养敬上，是无师。六祖见其善根深厚，遂受密法，主以火宅修炼，进度僧尼，命与马祖同掌道统，开化江西庐山说法度众。第五十三代马端阳祖师，东土七代马祖慧端阳，号道义居士，系西域十二代马明尊者化身，降生于曹溪，与马祖善交，常至白家的参谒六祖。祖见其德慧双美，遂受密法，命同白祖兼掌道统，隐居于庐山岩，教说法度人。后将道统传之罗祖执掌。第五十四代罗卫群祖师，
第五十四代罗卫群祖师，东土八代八祖姓罗慧卫群，乃太上大弟子公远真人化身，自幼立志修行，遍访名师，由江西九江府是玉白马二祖说法的受制道，继承道脉，开化江南河北，者今泄露玄机，大阐先天大道，为是时天时未至，众生孽重，天降黄考将道收引，祖已杀生了道，上乘法门至此又告失传，以后遂传出一切旁门外道，待至清康熙年间，已隔千余年矣，天时降界，天命原始天尊分姓林，林凡为九代祖接续道统。第五十五代黄德辉祖师，东土九代九祖姓黄慧德辉，乃元始天尊化身，自幼德慧双美，佛性不昧，经卷一览变通，幼时的神人传授真传姚接道统阐道说法，人皆称为神童。因度众心切，肯岛上苍早开普渡，
臣感上天而得理本，愿忏雷俺三经，玄机大泄，又者黄极金丹，欲作三会收元平正，复后杀生了道，法父无祖继承。第五十六代五子祥，子祥祖师。
第五十六代吴子祥祖师，东土时代，始祖姓吴，讳子祥，号敬陵，乃文昌帝君化身，遇九祖在江西说法，参拜九祖的受制道纪长道统，开化广信，道产高山县，及后舍身替众顶灾乐道，吴祖乐道时，远近军民俱见祖跨鹤飞升，县府乃命殓丧礼祭之。第五十七代贺乐苦祖师，东土十一代，十一祖姓何，讳苦，号乐苦，乃九天斗母天尊化身，素好清净，立志修道，后遇五祖意志相投，同修同练，得受真法，令四祖为产化洪都，后访至贵州，道统授予元祖执掌。
第五十八代元退安祖师，东土十二代，十二祖姓元会退安，号无期，乃元始天尊化身，自幼佛性不昧，得和祖点化传授心法，承运道统，开荒前滇，复产到西蜀度化徐，扬执掌道统。第五十九代徐海吾祖师，东土十三代，十三祖徐祖慧海吾号极难，乃弥勒佛化身降世，世代德泽深厚，欲元祖度化，受真传。第五十九代杨海虚祖师，
东土十三代十三祖杨祖慧还虚号守一，乃观音古佛化身。杨氏历代善根深厚，喜悟丹经，自遇许祖后屡考不退，得受至道，与许祖统领天命执掌道统，教化群贤，后与许祖替众顶灾舍身了道。徐杨二祖归后，元祖父掌盘调理，至元祖乐道，嗣后邪魔乱道，元祖乃显象于汉阳，派出五行十分正邪，永定云城章程。司时仙佛圣真同五老分性，灵降世助道，阐发经义，解八部丹经，作收元之鼎瓶。
第六十代姚鹤天祖师，东土十四代，十四祖姓姚，会鹤天，号明池，乃姚池金母化身，按受天命承运道统，传道数年，复法王祖执掌。第六十一代王觉义祖师，东土十五代，收元之始。十五祖姓王，会西孟，字觉一，号北海老人，乃水金子化身将士，又丧父母，替人牧牛，十七岁往山西访道的受真传，这有礼数和解，三教圆通等，重新阐明信理真传。至光绪三年1877年，承运道转贵州，西干堂改称东正堂。
第六十二代刘清虚祖师，东土十六代，三教合一。十六祖姓刘，会画谱，号清虚老人，乃姜太公化身，于光绪十二年（1886年）承运奉命三教合一，东正堂改称一贯道，弘扬其满。附注：清光绪三十一年（公元1905年），祖师刘清虚开始以一贯道传道，至中华民国九十四年（公元2005年）满百周年。一贯道总会举办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于台北中正纪念堂民主广场。白杨印运普传。第六十三代陆中义祖师，东土十七代。十七祖姓陆，会中医，号通理子，乃弥勒古佛化身，降生于山东济宁，又丧父母，只一胞妹，观世音菩萨转世，曾投军旅，后往青州访道，拜谒刘祖，经三年磨练，于三十岁时承命回原籍阐道，应运普传，尊为白杨初祖。于民国十四年（1925年）升天，天命复工长祖继续普传。
第六十四代张天然祖师，东土十八代。P 十七，十八祖姓张，慧光，弼字奎生，号天然子，乃济公活佛化身，降生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，山东济宁，于民国二年1913年的玉露祖授以真传，于民国五年承命铸露祖产阳一贯真传，复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奉天承运济十八代祖道迈，司长道盘，而半收元普渡三曹，即飞鸾以开化，假人言以传真，神人共产，拯救亿万性灵返回礼遇，其天命将延续万八年，为传道之名师。第六十四代孙慧明祖师，东土十八代。姓孙，名素贞，字明善，道号慧明，山东丹县人，生于光绪二十一年，于民国十九年与师尊统领天命，同掌白羊道盘，自接续师尊之重任后，马不停蹄，日以继夜，为救三曹生灵，夜不安息，昼不甘食的就是苦心，悲怨感天，道悟蒸蒸日上，将法音传遍万国九州。
黄河决堤显出天机碑文，云集三六中秋夜，人虽元祭道犹存，子系太阴祭承接，立己立人天命丹，言简一生难醒觉，见了不忍视天机。山西省大同府七佛寺称碑文，母定三阳渡元人，父始西皇降道元。临出太公产圣王，太来天真半收元。公长子系祖承担万八年天命，普渡三曹，继续办理幕后依着收元大事。
六十四代祖师道统名师简介，左图为神威天台山提供，右字参考神元山庄一和圣堂祖师像简介。